在平溪支线铁道上悠悠晃晃，从金秋时节历经寒冬，到现在已经春暖花开。我们也从猴洞一路走到了接近尾端的平溪车站。整条平溪支线没什么大山大海、天城奇景，有的是铁道溪流和沿线小聚落的素朴景致，更多的是经历过繁华与沧桑的旷野风情，以及那些看过多少人世起伏的多情乡人。出口成诗的菱角里里长陪我们在平溪看见了扁开灰掐促定杯的独特景观。这个平溪线上最热闹的商圈和地区行政中心，保留石板铺地的老街，每到假日游客会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然而老街上的老商家更值得挖宝，卖矿工用具的五金行、米店老板，以及卖好吃藕泥的阿嬷，都会告诉你当年矿业盛况，也都会在火车经过天灯升起的那一刻燃起对故乡的热情和期望。有一位艺术家对平溪情有独钟，爱上这里的火车、聚落、桥梁和山水人情，画了几年平溪，决定把这里当作故乡，定居在让他充满灵感的地方。有诗有画，有情有景，春天的平溪老街值得再三流连。菱角，下一站就是平溪了，而且距离很近，只有1公里啊。那我们就要离开菱角到平溪去了，这次不孤单，因为有人要陪啊。今天里长要陪我坐火车到平溪，是，这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平溪支线有6个火车站，那菱角里就有菱角跟平溪2个车站，所以菱角是站站。这很特别哦，所以里长的管辖范围是2个站啊，一个是菱角，是，所以包含我们待会要去的平溪车站也是在菱角里，也在菱角的范围。这几天记录菱角啊，感觉有3个静，第一个就是很安静，然后很干净，第3个就是里长很有劲。来过平溪支线，你有到菱角看了哦，就表示还没有到平溪支线之地。对啊，里长特别说要陪我从菱角坐到平溪去，那顺便也帮我在平溪那边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好，然后我们就交接到下一棒去了嘛啊。好，边边拢是溪，为什么它叫平溪？下一站你就要找答案啦。啊，火车来了，要上车了，我们要离开菱角，到下一站平溪。对，我们到平溪。上车了，上车上车。今天比较早啊，人比较少一点，那我们就坐这边好了。好，坐这边顺便可以跟那个蔡大哥，哎，你好。是，所以我们今天特地来的。哦，真的。来十分什么？十分机车，十分幸福，还有地瓜。那我们就是看你的节目了。我刚看到你刚刚。哦，好，我们下一站就要去平溪了。好的，我跟蔡大哥说再见。蔡大哥就在这个火车站旁边而已啊。哎，你好，你好。你到看我们节目啊！我们看你的台湾志，你介绍这边还有猴洞精华，看你登山那个托底宫啊，有没有？地宫那个，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你很高兴。然后我们在这，我就用跑的一个门。下一站可以到菱角。现在买一注，我们买一注有，昨天晚上出展10分。希望你们继续收看啊！青铜回来记得到菱角，别错过哦。菱角，对，我们买的是你的。谢谢啊。这边离这个平溪就很近了，对，1公里哦，只有1公里，是，所以几乎都连在一起了。对，平溪跟菱角这一段哦，实际上是景观是最好，它一边是田园景观，它也可以看到基隆的河岸。哦，这边也是沿着基隆河，沿着基隆河在走，对。对啊，如果有时候平溪这边有事情的话，你会就坐火车过来处理啊？对，你会吗？会，有时候也会坐火车这样。会坐火车，早期公路还没开，就是靠火车。就是靠火车两边跑来跑去这样。对。那现在有公路的话，也可以开车，然后也可以坐火车，对，这样会比较方便。这也蛮不错的，
坐火车来处理公事啊。这个才讲着讲着，平溪就到了。平溪就到了，对。啊，平溪到了。平溪到了。好啊，我们有新的一段里程要来记录了啊、哦，非常期待啊。好，局长。好。哎，你们好。你们要去爬山要去哪里？我们要到中央街。中央街呐、啊，哦，这里也有中央街呐、啊。孝子说的啦，孝子山呐、啊。哎，不错哦。常常在看的，听讲哦，那阮姐足厉害，足高飞。哦，是一个登山队啊，所以。对啊。加油，下次再带你们去爬山。啊。很多观众都看节目哦，就来这边玩了，所以跟着我们的行程哦，一站一站的走这样子。对，台湾是节目是精彩的，跟平溪林角一样，赞赞赞赞赞哦！好，火车走了。好了，那我们就到平溪去了。走到这个平溪车站哦，就感觉非常喜气啊。对，因为这边贴了很多这个放天灯的这个图片，然后这个车站上面也挂了很多天灯，是，哦，非常的那种喜气的感觉。对，哎，这边车站也看到是两股铁道哎，这边。对，平溪车站跟菱角车站哦，它的环境是差不多的。嗯。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铁道哦，就可以回想到菱角车站当初它的月台也是铁道，就跟这个一样。嗯、那我们往后面看那个谢弥陀啊。跟菱角车站一样哦，那边也是这样一格一格那个，对对对，就是像菱角站，菱角站你家下面那一道墙，对对，一格一格一个口，那就是也是谢梅的那个孔就对了。对，所以平溪支线的几个车站，它共同的特色就是因为它是因为有竹梅厂的谢梅厂，然后才设站。那车站的两边都会有这些竹梅厂当初使用的遗迹，但是它的竹梅厂设施哈，也是不一样的。你要细细观察哦，会各有不同。哦，会使过啊，哈。哦，我是机啦。上山的后生，机啊，会机，唔包啊。啊，你过来老林丁，你会机啊？熟人啊。眼睛不好，阿哥。啊呐，阿哥看，哈，阿哥我看在那青龙庄，你会机？动算。我不知道啦，不知道。啊，会电的啦。啊，会啊。哦，谢谢哟、哦，哦，竟然开心啊！简单，啊、哦，竟然开心，竟然开心。茶水瓶啊！里长是新科的里长啊，这个新北市成立以后，林角里第一届的这个里长，啊、所以这个遇到这个李里的，就跟他恭喜啊，很高兴。没了，讲开了，已经忘我的境界了。大概是见惯了形形色色的游客。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外景队伍，平溪老太太对于我们影响月台动线觉得有点不耐，不过遇到熟人，她老人家马上热情忘我的聊开，也顾不得什么月台动线了。这时候我们深深觉得有里长真好，虽然他经常突然冲进镜头里帮忙老人家上下车，或者拍摄的时候老是遇到熟人，不时和镜头外的朋友打招呼，但是有他在，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小地方，他都有故事可说，还能来几句打油诗顺口溜，在我们四处闯荡的时候，总能找到有意思的受访者。里长，我们一出这个车站呢、啊，就可以感觉这边有很多商店了、哦，越来越热闹了、哦。我们现在在平溪这一站哈、哦，是在整个平溪区来讲算是很重要一个点。对。平溪车站哦，算平溪支线的一个大站。那平溪火车站所在的平溪地区哦，因为它有三个里：平溪里、石底里，还有我的菱角里。哎，对啊，那我们现在这个范围还是里长管辖的范围吗？对，我的菱角里哈、哦，我后面就是我们的三根溪。哦，你说这个是后面是三根溪，铁桥后面三根溪，那边是基隆河。对，那在交汇哈、哦，只要不跨河不跨溪，都属于菱角里。哦，所以我们现在从车站过来这边。然后这个区域都还算是菱角里，对，还是菱角里的。那你说西的那边就是另外一个区域了？那是平溪里。平溪里，在铁路的上方，好、哦，我的右上方是平溪里、哦，那过铁路下方是石底里。整个平溪区的行政、商业跟住宅，大致上都在平溪这个地区。所以我们这应该有很多公家机构啊，像我们刚刚走过来就看到那个。农会、哦、是农会在这边。对对，那、啊、我们的学校，像最高学府平溪国中。
平溪国小都在这个区域。所以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还是里长管辖的范围嘛，哦，对。那这边是一个铁桥，那这边就是一条街道了，哎，弯弯曲曲的。是，这一条下去就是菱角里的中华街。中华街。对。哦，这边下去还是菱角里。还菱角里老街的入口。看蛮多商店的。平溪组成有四条街：菱角里、中华街、平溪里、平溪街、石底里有公园街跟石底街。这四个街都是老街，都是老街，对。哦，那所以我们先走菱角里的中华街。中华街，对。那走进来，在街口就看到一个红砖房，这是以前矿务局哈，因为这里都是煤矿，嗯，啊，这边它有很多事务要联络哈，所以是矿务局在这边所设的那个办公室。哦，这个是一个办公室。对对对对对对。这老街很特别，它是一个斜坡，斜坡而且弯弯曲曲的，因为是旧坡地所建组成的那个街道。我正看到第一家商店哦，这是一个米店呐、啊，老店。哦，这也是老店啊。老店，老店，老店，这卖米的。哦，陶开利啊，陶业务。哇，这是卖米的是吧？是是，卖米哦。所以里长这个都卖很久了。很久了，很久了。他以前还有那个连米的机具。哦，连米的机具哦。对对。哦，那还看到一些秤米，很古老的。对对。哦，大概你在这卖几年的、啊？这个店是民国31年就开，三十几年就开了。日据时代，我是52年把它买的。它以前这个是碾米厂，大概是如果不知道20年还是30年就开了。我还没生出来，他们就开了。日本时代就有了。他赚了钱以后，他到台北开公司啊。哦。他们去。最早的老板是赚了钱就去台北了。他赚在台北。哎，我可以进来看一下吗？没有关系啦，我这个乱了啦，你就没有用吗？哦，对不起啦。不过老板，你刚刚说像前任老板已经赚到钱去台北了吗？去台北了。那你也卖50年了。我卖50年了。你有去台北吗？有，我后来民国70几年，我到台北开跟人家合伙开贸易公司啊。所以老板也有赚到钱。那这样我退伍再回来啊。这个店也开差不多50年了嘛。有有有有。那在早期卖米和现在有没有什么差别？哦，早期这边人很多啊，来买的米都是一次50斤、100斤的、啊。哎，现在人不是也蛮多的吗？现在买都是10斤、20斤，早期这个店一天可以卖了1000斤台斤、啊。以前的人可能是比较劳动哦。不是不是，所以吃米。以前我们这里平溪有总共有11个矿坑，只有平溪哦，青铜还不算哦，石鸟还不算，菱角还不算，在这边就有11个矿区。到下午1点钟这边啊好热闹。哦，是因为很多矿。以前这边还有酒家，还有茶室都有哦。真的、哦。因为老人家去做断矿，以前那个保险没有那种保险的、啊，都是用今天去做，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不晓得。以前工资能3000多块，他们做3天就有了啊，4天就有了啊。所以以前这边矿坑多，所以矿工就多了。对啊，他们出来就是人口就多了，喝酒啦、赌博啦这样啊。所以以前人能买米的那个量就很大。但以前人这生比较多啦，人哦就啊。矿工的小孩都很生很多啦，生很多小孩，有的都4、5个呢。现在都生1、2个，还有现在吃的东西很多啦，菜色也很多，选择很多。像以前没有啦，饭就少一点。那以前很少啦，假抽霸，假抽霸啦，做工嘛，然后假抽霸。我们这边人很好，人都很老实。以前这个买米没有现金可以买，没有现金是用赊账的。赊账，赊账。但是赊账没有关系，他欠你多少都会还你。我以前会还。他太阳煤矿在花钱，他就能还你钱了。太阳煤矿15天一起的花响，他就拿来还你，都很老实的。过去是很有人情味的啦，哦，很有人情味，老实。更有人情味还有一点，我们中央铁路哈，做台风的时候都会断，一断就是40几天、30几天，但是没有像台湾现在，做台风第二天就叫要政府。补助他们说，哎，我们家没有米了，50天都还没人讲，真的，以前很久呢，50几年、60几年到70年，到这公路开了以后才真的，以前都常常快，以前一年都2、3、4、5次啊。以前的人比较刻苦耐劳了，刻苦耐劳，没有像这样在抱怨少一点啊，说政府呢没有。第二天就喊没有米了，我们有40几天都没，还一个人喊没有米，还有像没有钱还是像。这家米店店名有“大春”两个字，和作家张大春无关，也不是店主人的名字，
而是寓意吉祥的短村，表示大有剩余之意。里长大哥小时候为了省几毛钱的火车票钱，从一公里外的菱角走到平溪来买米，然后再扛着米走回家。年纪稍长，担任金童村村干事，跑遍大小村里，难怪广结善缘，存了一肚子的地方典故传说。只是那个时代的里长大哥一头黑发，当时的平溪老街也不是现在的面貌。跨过三坑溪上的平溪桥前，在中华街与平溪街的交叉路口，这里是矿业时期平溪地区最热闹的街市，华阳百货、中西药房、五金杂货应有尽有。我们准备从老街找回旧日的平溪。1921年，平溪线铁道完工启用，当时就已经在平溪设站，名为石底车站。台湾光复后，平溪乡公所设在这里，于是将石底车站改为平溪车站，站址为菱角里中华街12号。和平溪线许多地方一样，车站旁就是除煤厂、洗煤厂等矿业遗迹，基隆河也在车站旁流过。